把花生倒入磨浆机中，一秒钟就可以变成花生酱，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剂，健康饮食很简单。因为磨浆机来讲的话，它的运用相当的广，它可以从不管芝麻、花生、坚果类的东西，甚至于水果泥，它几乎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带有油脂、有水分的东西，它都很适合去磨。有人做冰淇淋啊，有人做有糕饼液啊，哈，就是从卖酱到做产品开发。那目前我们国内的各大食品厂，很多都是在应用我们这一来做产品开发，研磨的设备很多，但是它都不是属于真正的磨酱用的专用机。它可能适用磨做一些坚果，也做一些果菜、蔬果类的东西很方便，但是它真的不适合做酱。那所以在我们当时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要突破这个瓶颈。那当然我们后来就是依照我们的一个专业的背景，我们去不断的做开发，然后当然也是在这方面的话投入很多的心力。那后来我们自己的有开发一个就是所谓的专用的一个就是磨酱用的一个专用磨盘。1978年的时候，我们就从事五金零组件，当时只要是以外销日本、英国、美国、德国这4个国家为主。大概在6-7年前左右，刚好一个日本的客户，日本他的客户他们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提议，就是说，他们日本很注重养生，他们有需要一个的养生设备。那当时我们就着手下去做研发，那我们也意味着可能未来的这个养生的这个趋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我们一直当时也开发，就着手开发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现在的磨浆机，养生磨浆机。目前来讲的话，也从国内各行各业都在使用，包含到国外来讲的话，现在很多的一个国家也一直在询问这个产品。那我们觉得说，我们更应该把这个养生的概念、健康的概念的一个产品推广到全球。为了要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性能，我们产品的特色，当时就找了台湾大学黄义文王教授，他还大力在协助我们做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突破。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大概的技术都是相当的一个成熟，然后他们也大力的在协助我们做这一方面的一个推广。王运文教授希望结合台湾南部生产的可可豆与技术不断提升的食品机械，发展台湾的手工精品巧克力产业。那这个手工精品巧克力的产业跟现有目前台湾市场上有的从半成品巧克力半成品做起这一段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从最原始的可可生豆开始做起。我们一看什么设备都没有，研磨机、咖啡的研磨机不能使用，因为可可豆跟咖啡豆是不一样的。那只有一些代用的器材，而且是非常非常少，就是1-2台代用器材。那个效率，还有它的这个稳定性，还有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那这个精磨机它不只是实际上磨碎而已，它还要能够做温控，还要能够做定磁，还要能够控制转速。那这个设备在现在的市场上，全世界市场上是没有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有一些商品上市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开心的。精磨机来讲的话，它是可以磨到大概20ml以下。好比说，我们现在比较针对像可可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它的要求是要入口即化。那相对的，我们这台设备出来以后，我们应用在所有的坚果酱，包含我们芝麻花生所有的东西，你把用透过精磨机来磨一样，它还是达到很细很细的这个功用。所以它对未来来讲的话，它产品的开发，它的应用性更加的广泛。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卖出去到20几个国家。像纽西兰啊、马来西亚、新加坡、智利啊、加拿大啊、那个美国啊、那个澳大利亚、还有很多那些中东的希腊啊、那个埃及都有。他们就是大部分都是我们会去开发，或者大部分都是透过经贸网台湾 trade。 有听说过经贸网是最强的，那效果最好。相信这个经贸网的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不会说像会一些老钱在那边硬做，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可靠，然后就会选快递过来，然后我们就会回信，
然后就主要就是说我们告诉他这个机会，他们也完全不了解，然后我们就会问他，到问到后面，因为我们国外的时间跟我们台湾时间就有差别，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会晚上半夜啊跟他们聊啊，通过 Skype 的、给他们了解怎么样去销售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掺这些酱。香港本来他们买这个机器本来是想要去做那个酱自己在用，他们说那个饼叶的就是像叶饼啊，后来他发现到这个不是他们自己在用，还可以放在门口那边磨酱来卖，而且非常效果非常好。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一台设备啊，筋膜机应用在巧克力上面的时候，可以开始开启台湾的精品巧克力的产业。当时在设计这样子一个精品巧克力产业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说透过课程，那来教育消费者会使用这些设备，希望能够把这个精品巧克力的产业从台湾带到华人世界，再从华人世界扩大到全世界的世界。因为巧克力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它需要创意，那就需要有个体户，有一些散兵，有一些散户，大家一起来做发想。所以这些设备的小型化跟比较廉价到低价化，就变成是让这些散户能够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它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一个产业。那这个精品巧克力的产业是指日可待的。